你这个扫把星又回来干什么呀？我听说你们要吞了傅家茶园，还买通亲买主，叫他们不要收购傅家茶园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倪哥要买那个茶园是没错，但威胁这个事情，有谁能证明是他干的呀？就是。这要怪呢，就怪他们家那个土质太差，卖不掉。这事儿也不能栽到咱们头上吧？你们两个究竟还有没有良心？ 我拜托你们，不要再找傅家麻烦了，放过他们成不成？谁说我们找麻烦了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哎，他们傅家自己没钱，把脑筋动到卖茶园的头上，我们这可是在帮他解决问题的。芸娘，我劝你一句，你要是真回傅家呢，就回去好好劝劝你婆婆和文旭，早点把土地卖给我们，万一…… 这傅家出了什么意外，就别怪我们不择手段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还想对傅家做什么？我不许你们再欺负傅家，我也不许你们再动傅家。像你们这样狼心狗肺，迟早会有报应的。谁遭报应？谁狼心狗肺啊？你滚出去！这个丧母！滚！出去！滚！出去！你站在那干什么？真是。 滚回去！啊，听到没有？我不会回去的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不再找傅家的麻烦。去去去去去！啊，少跟我啰嗦，滚！哎呦，我的好妹子，这个家呀，随时欢迎你回来，我们都会想你的，随时回来啊！哎，妹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快上来，是不是接我们芸娘回家呀？ 哎呦，你瞧你们真让人羡慕！文旭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怎么，不能来这儿吗？芸娘啊，咱们刚刚在屋子里谈的事儿呢，我会劝你哥多考虑考虑，那也请你回去多斟酌斟酌啊。你们刚才在谈什么？ 我们在谈什么呀？不就是卖茶园的事儿吗？这个好妹夫啊，听嫂子劝一句，你们傅家没钱呢，就别赌气。现在呢，我们万生还有一点点兴致，你早点把茶园卖了，说不定他会出个很好的价钱呢。这，你们若再不卖，脱不了手，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是啊，别等着老爷。 没兴趣了，我看你那破茶园卖给谁去？好了，你们小两口好好聊聊啊，走吧，走。你来找你哥，就是谈卖茶园的事。我是来劝我哥，不要再动傅家的歪脑筋。为什么这么巧，偏偏在这种关头，你偏偏回娘家？ 偏偏来找你哥谈这件事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文旭，你误会我了，你听我说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就是太相信你，才会一次次被你蒙在鼓里。逼着你跟沈万生是兄妹，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的。是娘让我回来的，是娘，不是我。 回娘家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让他回娘家？娘，明明就是你让我回去，叫我跟我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！你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恨你们沈家还来不及呢，还让你回去解决什么问题呀？哎，这倒是，你回去是不是又跟沈万生？ 串通什么阴谋啊！再来害我们傅家。娘，可明明就是你。文旭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你媳妇儿，满口谎言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哼，娘。 芸娘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对我说真话？
文旭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难道是娘骗我？娘从小就教导我们不能说谎话，她不可能对我说谎的。真的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是娘让我回去的。我没有跟我哥串谋，我没有做对傅家不利的事情。文旭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我没有骗你。玉娘，我想相信你，但在这种情况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说了一个谎，需要更多的谎言去圆这个谎。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文旭，文旭。说谎，没有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为什么要对文旭这么说？明明是您让我回去的，你为什么要欺骗文旭？欺骗文旭？我有吗？分明就是你勾结你哥，伤害了我们傅家，我冤枉你了吗？我懂了，你是故意的。你让我回娘家去，又不帮我辩解，你是存心要让文旭误会我。娘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真心真意想把您当成我的亲娘看，我一心一意就想成为傅家的媳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呢？你可千万别叫我娘，我们傅家也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受过诅咒的媳妇儿。可是就算您不承认我是傅家的人，但是我已经进了傅家，我已经是傅家的人，是文旭的妻子了。您真的不该挑拨我和文旭之间的感情，是吗？哎，如果你跟文旭之间的感情坚如磐石，会受别人的挑拨吗？那是因为你是刻意的欺瞒，文旭才会不相信我的。那是因为你伤透了文旭的心，害惨了我们傅家，你咎由自取，你惯得了谁呀？你娘，你根本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我是傅家的人，你一直想要赶我走，我这么努力帮傅家得到查王，我一直努力想让你接受我，甚至我泡在那冰镇的桃花水里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接受我？你告诉我，我究竟要怎么做你才会接受我？娘，你告诉我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越来越不像话，滚！滚出去！别逼我动手啊！滚！疯了！简直都疯了！
玉娘，你已经背叛过我一次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？老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大战一夜，保你生他个十个八个的。哎呀，大白天的胡说什么呀？老娘在讲正经事儿。去去去，那不是你总说？ 生个孩子，生个孩子的。富家的茶园，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。万生啊，你跟你那个日本兄弟还有联系吗？日本兄弟，就那个山本一郎啊。哼，我看呀，你得好好跟他攀点关系，咱们还有忙找他帮呢。你们三个啊，一个人让我亲一口，来。 来，姐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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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几个女孩，我一个都看不上。去去去去，都出去，都出去。那你说，你喜欢哪款的？咱现在就让妈妈给咱送上来。我喜欢你妹妹那款的，沈云娘。你喜欢云娘？你怎么喜欢云娘呢？兄弟，我跟你商量个事情，你帮我把云娘弄到手。我帮你把富家茶庄弄到手，等到手以后，我们五五分账，怎么样？这我还用考虑吗？这，老夫人，您喝茶。哎，好好的一个家，让他们姓沈的搅得一团乱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是。哎，老夫人，那自鸣钟停了，我帮您调一下。自鸣钟，对呀，我还有自鸣钟呢。五妈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这些钟都是娘最爱的自鸣钟。这是老夫人决定的。所有的钱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捡起来。少奶奶，我来吧。少奶奶，我来吧。让他捡。
起来！ 家的荣耀，也是我独生多年靠着他唯一的慰藉。是你，是你让我们傅家丢失了荣耀，是你让我对不起文旭他爹。 是你，让我出卖了傅家的荣耀。是你，让我对不起文旭他爹。是你，让我对不起傅家。是你，让我出卖了傅家的荣耀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拿刀杀了你。这是卖自明忠的钱。 我不能保住那些自命钟，我对不起傅家。娘，如果这些自命钟注定是咱们傅家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自命钟都给挣回来。你别难过，别难过了。 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请点数。希望以后跟我们傅记茶行多多合作。想不到我傅文旭沦落至此，为了五斗米而折腰。数目对吗？好，两位老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 什么事啊，傅先生？我们山本先生想请您去山本会社一趟。山本先生，有事到傅记茶行找我就行。傅先生，请。傅少爷，请喝茶。
你们傅家茶行买的茶，是你们傅家的杰作。山本先生，请听我解释，这事情是有苦衷的。府邸茶行是因为遭受陷害，才会用这种茶叶出国。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损失。赔偿？你拿什么赔偿？我就是拿这种茶进贡给日本天皇，进贡给日本的贵族，你让我的脸面都丢光了。这种损失，你打算怎么赔偿？山本先生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知道您的订货是10000大洋，我愿意全数赔偿。错。10万。10万？你开玩笑吧？我山本一郎的信用因为你这批货都给毁了，你以为原来的货款就可以赔偿我的损失吗？我是乞丐吗？山本先生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，我无法接受。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看来我只能先把傅少爷留在商行做客，等傅家有诚意解决的时候我们再谈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文旭为什么要留在山本会社呀？山本先生说，只要你们傅家能拿出诚意，傅少爷必然能安全回来。告辞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娘，这该怎么办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都是你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要不是你哥哥偷换了我们家的茶叶，文旭怎么会被山本给抓走啊？哎呦，老夫人，娘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去救他，我去把文旭救出来。哎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不行啊！你个女人家怎么去救少爷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救文旭。万一文旭出事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去跟那个山本谈判。哎，少奶奶，给我回来！不行啊，你身无分文，你拿什么和他谈判呢？你拿什么去救他？搞不好你会害了文旭的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你，文旭要有个3长2短，我会杀了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五妈，哎，到我屋里，把我珍藏多年的长白山野灵芝拿出来，我要亲自去见市长。啊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市长先生，山本先生。山本，这不是傅家少奶奶吗？想必这就是傅老太太了。我刚刚还和市长提到过傅家。请坐。谢谢。市长先生，您大概也知道我今天的来意了吧？我知道，山本先生都跟我说了。那能不能请市长先生给我们裁夺一下？这个，傅老夫人，你们喝喝这个茶，看看味道如何。
傅老夫人，这茶叶就是引起这次纠纷的凶手，是吧？其实，要不是你卖了这种劣质茶叶给山本先生，傅少爷也不会在山本会社做客，不是吗？市长先生，这件事情其实不关傅家的事，都是因为我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余地？其实山本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只是希望你们秉着良心和诚意处理这件事。只要傅家愿意表示诚意，我想山本先生是应该不会太为难傅家少爷的。那是当然。只要傅家愿意出面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傅少爷很快就可以回家。那个山本一郎，他凭什么跟我们要10万块大洋？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咱们吃亏。娘，我现在马上去找人救文旭。啊，娘，谁让你多嘴的？现在文旭的命操纵在他们的手里，我们不能冒一点险。可是10万大洋不是个小数目。我有办法。亲家，让您久等了，我家万生就快回来了。没事，我可以等。娘，您真的决定了吗？哎，这不就是你们沈家的目的吗？要吞掉我们傅家所有的财产。娘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亲家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。不要再说了。哎呦，这么晚了还有不速之客呢。哟，这不是傅家老夫人吗？稀客稀客呀。你们不是要买我们傅家的茶园吗？地契就在这儿呢。那什么呀？哎呦，哎，万生，上回呀，那傅老夫人不是还说什么来着？这卖猪卖狗就是不卖给我们。哎，怎么这么一回头就改主意了？你是不是年纪大，记性不好，老糊涂了？你，嫂嫂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哎，这奇怪了，老夫人算是长辈，我们是晚辈。但我也不得不替万生出上回那口气吧。这块地是之前那块地的10倍之大，上回那块地你们答应要出10000大洋，这块地我希望你们能够出10万大洋。20倍。哼，上回是我们万生人好，说出10000块钱买你那块地，这回我出5000。您不是要10万大洋吗？那就得拿那个茶园的20倍大小。嫂嫂，你太过分了。美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亲家？你少啰嗦。美英这么对待他们就不错了，反正横竖傅家就从来没把我们当过是亲家。他也从来没把云娘当过傅家的儿媳妇，哼，这么对他算客气的了。哥，文旭好歹也是你的妹夫，何况我们沈家已经害傅家这么惨，难道你们两个就不能高抬贵手吗？这做生意呀，就是你情我愿。哎，老夫人，你要是不情愿，那就罢了。来人，送客。慢。20倍就20倍，我答应。娘，我从来不跟畜生讨价还价。哎呦，那我可就好奇了，那跟这畜生做买卖的又是什么呀？我答应你，可是我要现金，现在。嗨，没问题，不就是区区几十万大洋吗？不过这深更半夜的，
你让我一下筹这么多钱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那就还烦劳老夫人，明天一大早再来跑一趟吧。啊，沈万生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万生，这老夫人为什么那么着急用钱呢？哎呦，这你还不知道啊？文旭被那个日本人啊，叫山本的那个给羁押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山本有没有耐性等到明天早晨。这要是没有耐心，那文旭今天晚上可不会有这种事的。文旭他会没事的。够了，既然买卖已经谈成了，明儿一早我就来拿现金。那行啊，那就这么着吧。这样的事，我们傅家没有你这样的事。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们傅家来了。亲家，您误会了。娘，娘，我毕竟还是文旭的妻子，也是您的媳妇。娘，求您让我回傅家，让我好好的照顾您，还有文旭，好吗？我知道，是我们沈家害了你们，可这都是万生惹出的祸呀，跟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请你不要怪罪云娘，要怪就怪我，是我纵容了万生。爹，老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啊，爹！你别这样。老夫人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怨言？想骂想打，就冲着我老头子。云娘是个好孩子，她也会当你们傅家的好媳妇。我求你了，老夫人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沈家，对不起傅家，都是我不对。爹，孩子，要不是爹的话，你也不会遭这么多误会，受这么多侮辱。爹害了你，是爹害了你。老夫人，我求你了，老夫人。爹，你别这样。爹，沈老爷，不要在我面前作戏，不要怪我无情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绝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沈家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值得让我相信。不要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。老夫人，娘，爹。快跟老夫人回去，回去求婆婆原谅你，回去好好的照顾婆婆。你是傅家的人了，去。爹，那你要保重啊。快去。云娘，爹害了你。老夫人，很晚了，您去歇会儿吧。啊，不行，天一亮我就立刻拿钱去救人。哎，老夫人。娘。老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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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娘，您怎么了？你走开。老夫人，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呢，您先去歇会儿吧。真要累坏了，少爷该担心了啊！是啊，老夫人，先去歇会儿吧。好吧，我进屋躺一会儿，天亮赶紧叫醒我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着啊，老夫人，慢着。哎呀，
少奶奶，你小心点儿，您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救文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用力一点儿！哎，哎，这个死丫头，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就闯进来？赶快去审计银行，把10万块钱大洋给我。等一等，底气呢？ 钱？什么？他去救文旭？少奶奶一大早拿着地契就跑出去了，说是要去救少爷，拿着地契？啊！哎呀，该死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放在厅里头，忘了拿进来了呢？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奶奶应该是去找沈少爷拿钱了。哼，他们沈家那一大家子能干出什么好事啊？快快带我去！ 沈姨娘，哟，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又来卖地吗？沈姨娘人呢？他一大早晨就拿着地契换钱走了，你没见着他呀？果然来拿钱了。你们姓沈的，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。不行，我得亲眼看见他。 钱交给山本才行。走，哎，山本一郎，钱我给你拿来了，你赶快放人吧。富少奶奶好困，我醒了，把富少爷带走。芸娘，芸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芸娘，文旭，你怎么样？ 你还好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害你啊？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会有钱？娘，她把茶园卖了。卖给谁？ 卖给我哥，拿回去！我绝不接受把茶园卖给沈万生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！文旭，你觉得你要把钱拿回去，你还能走得出这个门吗？山本一郎，就算我死在这儿，我也绝不答应把茶园卖给沈万生，更不愿意把钱给你们日本鬼子，拿回去！我看这几天我对你是太客气了。 我要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就不知道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好惹的。山本一郎，钱已经拿到了，最好是个守信用的人，你该放我们走了吧？芸娘，别说他们，我跟他们日本鬼子杠到底了，放开！杠到底。 既然你这么怎么样，我就让你的嘴巴硬不起来。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“逞口舌之快”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你干什么？既然傅少爷不想把10万块钱还给我。 那我只好用你的身体来偿还了。山本一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别碰他！我们最初为了爱的归宿，深深相爱，走进爱的低谷。 我太孤独，忧伤的。
重复，伴随走过爱情的原路。是否被救赎？怕思念紧紧的。